我现在马上赶过来。不是，里边抢救的人是叫方倩吗？对。我是他家属。病人正在抢救，你不能进去啊。 吃饭吧。嗯。今天有什么安排啊？我说你对苏州也很熟悉，有没有什么好建议？嗯。哎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 我现在马上赶过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有一个突发情况，我现在必须要马上回趟上海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那里边抢救了，你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 这些情况怎么样？抢救的没看出来啊！我问你，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别激动。进去多久了？刚进去一会儿。我们先到旁边等一下啊。不行，在这儿等着。我等唐明轩过来。我刚刚打电话给他，他说他会马上过来。你让唐明轩过来干什么？你懂什么懂啊？ 是你了解倩倩，还是我了解倩倩？她现在不想见你，也不想见我，她最想见的就是唐明轩。你又考虑过我们两个干什么？你让唐明轩来干什么？再伤害一次倩倩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懂什么？医生怎么样？脱离危险了，但是这情况比预期差的很多。差很多是什么意思？方倩的病情发展了，而且 状况下降的非常快。今天的急救只是暂时稳定了病情。暂时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？今天能够稳定病情已经很不错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倩倩还那么年轻。我要不我安排欧洲最好的医生 来给你们一起会诊，好不好？哦，明轩哥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？ 开什么玩笑啊！不是，我说你这脑子里边一天到晚想的是什么？怎么？一点都没有吗？如果说有一点的话，那也是哥哥对妹妹的喜欢。 我先去洗手间。
别人睡着了，要是醒了，别让他太激动。啊，知道了。谢谢。放手。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想看见你，现在走。我想看看倩倩。这是我们方家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现在赶紧走。别闹了。我让你进去啊，但是倩倩现在命在旦夕，我希望你进去之后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，做些什么。我知道，不能让他好了，好了。现在什么都不要说，明天我一直在这里陪着你，要好好的养病。洗手吃饭。妈，我说你做什么了呀？你猜。最爱吃的红烧冬瓜。妈，你真好。莫凡说他晚上不回来了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吃饭。嗯，还有一个汤，记得洗手啊。嗯。莫非，嗯，给谁打电话呢？吃饭。啊，我换个衣服就出去。嗯。